Oh my god！那是什么鬼？哦哦，看来给他点时间就会长回来了。嘿嘿，终于呀，魔物猎人公测，我们一定要来捏个超帅的猎人。带着狂野又有点反差萌，透露出不为人知哀伤的身世。那也变欧郎啦！今日呼ばれたわけはわかるかな？我只是想快点打猎，对你的故事没兴趣啦。人々の安否は不明。モンスターの情報は不明。那公司请你来干嘛？欸，你们不能把我变黑，就当我跟这小鬼同乡，能找到他家，这样是歧视啦！見つかるといいな。还有希望他学会怎么讲话。哦，这么帅可以吗？哦，slow motion！我妈妈，对不对？もう大丈夫。あの，我靠，看到梅亚就会说话了。お兄ちゃんはどうしたのかな？遇到舔狗。放心啦，我已经换了我很熟的武器，冲枪。我打！卖好鸡啦！龙吉帕，靠！冲枪依然是我最熟悉的武器。あの場で一体何が？妹とセクレトに乗る練習中だったんです。其实魔物的剧情演出一直都没很好，这次感觉也没太大进步。我们来看看最近的3A 大作《暗龙纪元：杀伤守护者》的剧情演出片段，给各位当作比较。You think to yourself, that was weird, but not gay. You are. You are. 耶，可以自由探索跟打猎。Oh my god， 那是什么鬼？哦，看来给他点时间就会长回来了。大家等他一下，应该很快，快了，快快快，耶！这边有一个建模没跑好的，大家等他一下，等一下就好了。耶，开始打猎，来，让我捶两下。蛋姐，你们去躲啦！卖照啊！来玩嘛！卖照！来，功能哎！哎呦，卖闪啊 ！Hello！ 卖鬼卖鬼卖鬼！他又要走了。我相信他的建模快跑完了，快了快了！大哥，我们从天黑打到天亮了。能不能快点把这事解决？他又走了。水啊，等等啊！讲落去，讲的是，讲的是，安内只紧啊！我讲，呀，红不浪，嘿嘿呀吼！卖拐卖拐，我讲一下，讲，马杀鸡呀！哦，就串呢，这一套应该就可以把它收走了。哇，你，我的灵眼吗？快了，快了，各位，我相信他快好了。既然一人狩猎效率不好，我们就来加入别人一起狩猎，这才是魔物猎人最好玩的地方。哇，骑上来啦！哦，扑掉哇，扑掉你的龟哇，龟哇，太龟哇！哦！哎呦，我！啊！